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去呢个山东街水月宫，啊，山东街水月宫，咁佢喺呢个蜜花省游乐场隔篱嘅啫，咁系山东街90号，吓，咁呢个喺山东街水月宫咧，有啲人叫大石鼓庙，有啲人叫大石鼓水月宫嘅，吓，咁系香港一间观音庙嚟嘅。咁佢於喺呢個1984年咧，於呢、這個窩打老道同埋亞皆老街嘅交界嘅，咁啊，所以嗰陣時叫做大石鼓山坡嘅，咁所以叫大石鼓觀音廟。咁佢喺1926年咧搬翻嚟呢個而家呢個位置，山東街呢個位置，咁啊交咗俾東華三院去管理嘅。咁東華三院咧就想喺呢個東華學院嗰時咧，由於呢、這個觀音廟喺呢度啦，咁佢冇辦法咧就起一整座，佢就會將起咗兩座，咁啊喺呢個觀音廟隔開咗，咁形成咗一個好特別嘅，你當係地標啦嚇。咁兩座建築物喺呢、這個廟上邊起咯嚇，你見到而家呢個觀音廟上邊咪起咗兩座東華學院咯，咁形成咗好似呢個吉隆坡嘅雙子塔咁咯，啊好特別咯，咁大家有時間都去睇睇啦嚇。旺角水月宮又稱山東街水月宮、大石鼓廟或大石鼓水月宮，是香港一座觀音廟。约于1884年，庙宇始建于金窝打老道与亚皆老街的交界处，当时名为大石鼓山坡。1926年，庙宇迁至燕寺，现由华人庙宇委员会委托东华三院管理，为香港三级历史建筑。每年正月26日举行的观音开库保诞活动，吸引了大量信徒前来参拜。庙内珍藏着多件珍贵文物，包括两块1927年的古物牌匾、观音铜扇和香案等，还设有星运莲花灯供信徒祈福使用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